杨言，小鱼，小鱼，小鱼是小鱼，小鱼直播间的是吧？我去看看。感谢 PWK 二零零六送的十张办卡，谢谢，谢谢 PWK 二零零六送的十张办卡。你又来发录像来了吗？不过昨天你发那盘录像其实还可以，比之前看了一些强。谢谢 PWK 二零零六的十张办卡。诸葛瞻确实没打主是错的。诸葛瞻，无中生有。黄盖不知道，可能是反的。乐不思蜀，闪电。诸葛瞻确实打得有问题。感谢三国没有闪送的十张饭卡，谢谢，谢谢三国没有闪的十张饭卡，非常感谢。你要投稿吗，这位朋友？这些送十张办卡的朋友，今天如果你们投稿，可以现在投稿，一会儿我可以看你们的录像。谢谢三国没有闪的十张办卡。黄盖被乐了，正常，乐黄盖也正常。聚恒联合，其实乐黄盖好，黄盖是反的抽你，他是忠臣，你乐了反的也不会打他的。反正敢打黄盖吗？肯定不敢打。贝勒这个诸葛瞻勒黄盖是真的最好的，因为黄盖如果是忠臣正好藏起来，反贼又不会杀他，对不对？反贼打诸葛瞻又不好打。刚才送办卡的朋友十张办卡不可以去那什么，自古就是邪不胜正，来秒他，无中生有，然后反手把董给秒了。无中生有，没人选庞统，庞统还没出借庞统呢，又不厉害，也就我玩玩，他们不玩。给我发了两场录像，好的，一会儿咱们去看。刚才那个叫三国没有闪的朋友，看不看？你有录像吗？十张办卡看录像，没有规定十张办卡看录像。你如果特别想让我看，你就当然你送十张办卡，我肯定就看了。我没有说十张办卡看录像，没这个规定。只不过是老板要求点评，是不是？九。乱世英杰枭雄辈，杀！岂可无我？好。杀。感谢大猫大猫的两张办卡，谢谢。诸葛瞻不是诸葛瞻，这个谁就是不讲道理，这个张秀。感谢大猫大猫的两张办卡，谢谢。赵子龙在此。完了，赵云是中。赵云是中，他没有轻中，他是忠臣。张秀这个将就不讲道理，就真的是一点道理不讲。这个鲁智给诸葛瞻当中特别差，不要选。你看你根本没法轻中，为啥我上来给他标了反？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上来给鲁智标了反，就是因为鲁智跟诸葛瞻根本没有相性，你看根本没有，不能轻中，不能轻中就意味着你是个白板。闪啊！
阿埋有我良计，知道吗？你不能取冀州，便是易如反掌。你不能轻中就意味着你是个白板，铁锁连环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说鲁智是不是和诸葛亮相性特别差？讲讲诸葛亮夏侯渊，诸葛亮夏侯渊有啥讲的？不用讲，不厉害啊。诸葛亮夏侯渊不用搞，不厉害。五彩满腹，原本初竟不从之。许攸是忠臣。吾有良略在怀，必为阿瞒所。就是鲁智和诸葛亮的相性极差。就因为诸葛亮他本来就是不需要那么多牌去那什么的，就反正相性很差，不好。雷杀！你很难去那个发挥。阿瞒有我良计，取冀州便是易如反掌。外卖点好了，你晚上一般都吃什么外卖？五彩满腹，原本初竟不从之。雷杀！讲讲戒吕蒙吧。戒吕蒙好讲，戒吕蒙就是一棵树，砍掉砍倒就行了。我要是许攸反，我跟你们讲这局，我要是许攸反贼，我怎么打？我要是许攸反贼，我就装身份控顶啊。不过不行，你控顶是明牌，要是暗牌就好了。暗牌假装跳中，然后控顶，让赵云不打无懈，把主公劈死。这边全是反四连反，无懈可击。哎，我问你们个问题啊，三岁未能这个黄字是怎么打出来的？治国曰守国，直接输他的名字就会出是黄字吧？你们谁知道这个黄字怎么打出来的？无懈可击。艾特吗？能艾特吗？我试试。哦，我还可以艾特周瑜。公事为重，宴席不去也罢。怎么还可以艾特这些呢？东吴大力。江神为魔而妻子，亦无怨而主而事。好神奇啊！顺手，我又发现了新世界。过河拆桥。上啥上不了神张辽和神甘宁，上不了的。那个他要好久，那要好久好久的。你别看张那个常山他们画饼，画饼也上不了，要好久好久好久。乐不思蜀，谁是内啊？鲁智是内啊。南蛮入侵。还是改日吧。收了黄鸭。因为他就没有提上议事日程，他就在那画饼呢，常山就在那画饼呢，根本就没有提上议事日程。我杀 SP 庞统值得入手吗？哎，这种问题其实我现在一般都很难回答。因为你问我庞统值得，我得问你，我得反问你，你认为400块钱你愿意花吗？你如果说你不愿意花，那我真的那就别入手了。你要是愿意花，你可以入手玩一玩。
对吧？主要我不知道你愿意愿不愿意花。游刃有余。所以我很难回答。没有，他就想起进攻牌打死诸葛瞻，死不出来。兵贵神速，桃子啥的其实没用了，因为桃子你现在留着救谁啊？张绣也不用救，一般孙权和董允的状态超好。许攸肯定是中，因为许攸在前面赵云跳中的情况下，他还去连反贼，许攸一定是中，内奸一定是这俩。宴席不去也罢，内奸一定是这两个人里。哎，你别给张绣开吴中了，你给孙权开吴中吧。你给张绣开什么吴中啊？张绣真的。主公面前，你给张绣岂如小人搬弄是非？张绣根本就不要盘，张绣已经没有用了。谏言良策，多多益善。是我，我不根本不管张绣。是我，我结束也可以直接再给孙权一盘。张绣已经没有用了，张绣有啥用啊？见真气节，不改本心。秉政也就无非不多摸一张而已，张绣也没啥用。张绣现在就挂机了，你不用管他了。凛然不合，他是中啊，赵云是内。完了，这内奸血赚，我靠！铁锁连环，怎么还有连董允的呀？不是，到底谁是内呀、啊？我他妈实在看不出来，这个青中的也不像内。这赵云这还这么打也不像内，还是改日吧。我实在不知道谁是内了，全都是中，没人跳内。不是你们说谁是内啊？这青中的也不像内，内还青中啊？无懈可击，他也是中，那谁是内啊？他是内，他是内，他青中干嘛呀？阿蛮有我良计。取冀州便是易如反掌，良计速出。过河拆桥，你是内就消停点吧。许攸不可能是内，因为许攸如果是内的话，在他回合他就知道赵云是中了，他会不连赵云吗？还连反贼，反贼打崩吗？你是内奸，你不杀赵云吗？不是，你是内奸。这个赵云你总得处理吧，你不可能不处理。得负阴币，平步青云。许攸肯定不是内，因为许攸他这个位置，他如果是内的话，他知道赵云是中，他肯定要限制赵云的，杀了反贼以后限制赵云。所以内可能就是鲁智，也不知道，也有可能赵云，谁知道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不认许攸是内。数岁当论，我愧对先帝恩惠。他是蒙心，他只是写着蒙心，他不是蒙心。不知道，没有内，我真的不知道谁是内，不知道还谁谁。稳而不乱。他为什么浪费个杀？他忘了，他以为是吃过桃了。反正没人跳内，可能我还是觉得，我还是觉得鲁智是内，我还是觉得鲁智是内，没有内了，真的。铁锁连环，攻势为重，宴席不去也罢。听闻何之言，得一世长久。就是他是内，你不信你看。还是改日吧，是不是？没错说吧。
我是不是很厉害？谏言良策，多多益善。我感觉内奸要比忠臣死还要快的。内奸已经不行了，内奸可能比忠臣死还要早。鲁智当内算天使吗？当然不算了，鲁智当内可强了，单挑可强了。鲁智单挑能打过大部分武将，鲁智单挑特别强。之内献祭了，你刚才不跳内，然后让反贼把你杀了。自古就是邪不胜正，人家肯定杀你，因为不杀你又来捣乱来了，又去清中去了。你刚才如果跳内了，可能不杀你吧？你不跳，反正肯定杀你。你不因为不杀你又清中，清中人家怎么打？还不如杀了你呢。雷杀，闪。人家反贼就干脆三 v 三了，就不要你了。其实反贼三 v 三也能凑合打吧。杀。对吧？吾有良略在怀，必为阿蛮所需。欢迎。顺手牵羊。阿蛮有我良计。取冀州便是易如反掌。他如果我看谁谁死是吗？我看赵云，赵云能死吗？五彩满腹，原本初竟不从之。闪电也不说，也不也难说，挺不好打的。人家对面三个人都有技能，这边只有两个人有技能。过河拆桥。顺手牵羊，顺手牵羊，杀！我看谁谁死。闪！吾有三罪，未能除皇号。他们打不过，他们只有两个人有技能，张绣没有技能。人家三个人全都有技能，而且人三个人还贼厉害。但是那间确实太跳了。宴席不去也罢。听文和之言，得一世长久。杀！杀！火杀！置于死地，方能后生。背水一战，无胜便死。许攸得救啊！唐山赵云在此，不救许攸打不了。要不拆赵云，干赵云，干不死。乐不思蜀。主公面前，岂容小人搬弄是非？不知道，可能还有桃吧，我也不知道。你反正你想干就干呗。你干不到别人，也没有距离。蛮入侵，他是没有距离的。还是改日吧。他是没有距离的。杀！你要保他吗？给他打个无限。能屈能伸，还是大胜。杀一下吧，赌个运气，九杀带走。杀！完了，我看谁谁死，我看个赵云，赵云都死了，我看个董允，我看董允能不能死，董允死不了了，董允死不了，我看我怎么看个赵云，赵云也死了，赵云还能死的。我再看个董允，我看董允你我能死吗？阿蛮有我良计，取冀州，赵云都死了，易如反掌。完了。
我感觉董允要被劈了，我一看董允要被劈死了，愧对先帝恩惠，可能劈孙权了吧。对，火攻，看谁谁死，无懈可击。你看这个子龙月素质极差，在还在这偷听，制衡联合，稳而不乱。没有，他要被劈了，他绝对被劈了。反贼打无懈吧，反贼我知道你们有无懈，敢不敢打？你可以不打，没事，怕什么？无懈可击。哎，好，董允绝对被劈了，你看。你看看谁谁死、啊、这得亏是有桃，没桃真死了、啊、哎呀笑死我了，五彩满腹。你们谁说董允死不了的？董允也挡不住了。哎呀笑死我了。感谢 SHIJI11 的大飞机，谢谢谢谢 SHIJI11 的大飞机，非常感谢。哎呀，死亡凝视，感谢 SHIJI11 的大飞机。阿蛮有我良计，取冀州，我实在是太厉害了。反掌，成略在胸。完了，他要被许攸打死了，完了，完了，他要被许攸打死了。感谢灰原暮雪的办卡，谢谢，谢谢灰原暮雪的办卡。没杀，你杀，哎，行吧，你杀张绣吧，没事，杀了张绣再杀他。满腹，你看我没看许攸，许攸活下来了，看见没有？我没有去看许攸，许攸活下来了。我没看许攸，许攸真的活下来了。要我看许攸，许攸就死了。张绣死不死无所谓，你看，终究还是容不下我。看见没有？我没看许攸，许攸就坚挺的活了下来。吾有三罪，未能除皇后。智伯曰：“我不看，我就看董允，我不敢，我就看董允会不会死。”许攸一定要顶住，许攸顶住。哎呦，冠石死完了，他真的死了。感谢糯米红豆羹的大飞机，谢谢，谢谢糯米红豆羹的大飞机，谢谢老板。感谢糯米红豆羹的大飞机。哎呦，他没有红杀，哎，你看许攸又躲过一劫，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冠石大锤都准备好了，没有红杀。冠石大锤都准备好了，没有红杀。主公面前，岂容小人搬弄是非？有杀，但是没有红杀。无中生有，无懈可击。五彩满腹，原本初，竟不从之。来，有八卦阵，他不杀了。那边有空了一个。阿蛮有我良计。取冀州便是一，他控了一个无中生有，无中生有加杀，他会摸到，他只要别用装备的话，他就会摸到无中生有。诸葛瞻能打过孙权，四血诸葛瞻是可以打孙权的。五彩满腹，原本初，诸葛瞻和借孙权单挑的话，四血对四血，诸葛瞻优。如果是三血打四血，就是孙权有四血的诸葛瞻厉害。为什么？因为过牌量加上血量，孙权很难打动四血诸葛瞻的。四血诸葛瞻存牌能力也特别高。愧对先帝恩惠。看许攸，我不看，我还想让他活着呢。三血诸葛瞻打借孙权打不过，四血的话诸葛瞻有，
稳而不乱。来警杀他，他不知道是不是闪，我也不知道，不知道了。别动，无限的，你不全是无限吗？无限的。阿蛮死了，没有我你得不到冀州啊。灌石大锤没了，一打二打不了，一打二打不了，打单挑孙权的话随便打。杀，也不是说随便打吧，火杀，就是基本上还是赢面非常高的。四血诸葛瞻单挑特别厉害，就是邪不胜正。四血诸葛瞻，就没什么，好像就没有什么能打他特别好打的。无懈可击，可能许攸好打一点，可能就许攸好打一点吧，别的真的不好打。四血诸葛瞻能力超级的强。三罪，未能除皇号。来崩董允吧。智伯曰：“守国。”五谷丰登。公事为重，宴席不去也罢。孙权拿无懈吧，感觉孙权拿无懈好吧，除非你有顺。过河拆桥。曹纯好打，曹纯得养。曹纯打诸葛瞻是这样，曹纯打诸葛瞻。过河拆桥。曹纯前期的话会被诸葛瞻摁在土里锤。如果说诸葛瞻就基本上曹纯打诸葛瞻前期曹纯是特别难受的，他会被诸葛瞻摁着锤，所以诸葛瞻摁着锤的话，他就打不过，他就发育不起来，发育不起来就打不过。但是如果他发育起来了，那诸葛瞻是打不过曹纯的。最主要问题是曹纯前期太弱了，发育不起来，可能就被人家摁死了。主公面前。岂如小人般？诸葛瞻的过牌量，他压制曹纯的话，曹纯很难发育。你曹纯前期，你要是为了发育的话，你得留装备吧？你留装备，你就没有基本牌。自古 你特别难受。就是邪不胜正。你不留装备吧，你又发育贼慢，对不对？